I walk in a room, they like, ooh, there goes a star. They wanna know your name, where you're from, and who you are. When you cut it like this, oh, it's automatic. Keep them dollars coming now, don't make me get dramatic. Line them all up.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天开。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棒球小教室，就知道我们今天是来测试大家的脑力。究竟谁是乐天里面呢最聪明的，谁又是里面的老鼠屎呢？好不好？身为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持人，需要集美貌、智慧、身材于一身，就来看看今天的选手们，他们到底有没有脑袋，好不好？首先欢迎我们的第一号选手吴以轩，开路先锋。知识王会有这个失业偶像的第四棒陈思阳，耶！好，那我先来解释一下今天的赛制。那么高，怎么样？我 CEO。那么高，哎，硬高我们一截。我刚刚转过头，发现我要这样看牌。高哎，我都看得到你们的答案呢。你们等一下自己这样写好不好？好，今天呢有两趴，总共两趴都是写板题。好，每一 round 呢有十题，我们采积分制。如果你是第一名的话，你就有五分，第二名就有四分，以此类推，好不好？第一名有什么奖励？我跟你讲，这个我帮你们争取到了。第一名的话呢，会有2000块的加菜金。哇！想吃什么跟他们要，有2000块的扣。重点是如果最输的人有惩罚，非常可怕的惩罚。我的惩罚可以我妹来再执行吗？不行，可以这样吗？可以吧？个人作业个人担呐。你答错他要被惩罚。我今天答应他来了。好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直接进行我们的试玩题。好，试玩，先试玩，暖身一下，暖身一下。好，问题写错字没关系吧？大家可以写注音，好不好？好。因为我应该也不会写，注音拼错怎么办？注音拼错就不行了，再见了，注音就不能跑。OK OK， 没有智商的。好，第二试玩题哦，请写出图片中的人物名。好简单哦，知道啊，皮卡丘嘛，皮卡丘。哎，写错怎么办？请翻版。青浦王彩华对吗？错，答错了。我写懒懒啦。耶。我啊，哎，那就是错啊！我是错吗？哎，谁知道你是谁啊？我在我这边也是我啊！你要回答自己的名字。我这叫懒懒呢，我有可能不知道，我是错的吗？请写出图片中的人物名字。给你们一些提示，这张照片是台湾大赛的照片。我今年了，这个台湾大赛，今年台湾大赛的照片。这个动作应该是左打吧？是吗？好，我乱猜好了。好啦，感觉就是他。谁？好，倒数五、四、三、二、一，请翻版。我觉得我很难呢。全错。全错，安娜那答案是林红玉。啊，我本来写的，我写的。这张照片是他在第一场打全垒打的照片。俊秀好像，因为他们三个都很像，中心棒次都好像。我的朱意贤也大概长这个样子。对，请写出图片中的人物名字。这跟知识有关系吗？我好像知道是谁。我也好像知道那一场我有在。是谁啊？啊？长得像青蛙的人，是吗？这应该是什么海鲜趴？的时候，海鲜我没有参与海鲜趴，这怎么弄我？这是谁啦？是吧？是谁啊？这该不会是我吧？请翻版。这是我吧？是你啦。对，答案就是以轩。是我。哎，我刚以为你是海鲜呢。我真的没有，我是故意诱导你们的。好诱导，诱导，因为那天以轩在，你诱导又让我想到以轩，以轩有当海鲜，你有当那个螃蟹，对不对？对，但开头不是啊。螃蟹的眼睛在凸，所以我以为这个是螃蟹，你以为那是他的脚，很棒很棒。第三题好玩呢，图片题哦，请看这张图片5秒钟。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好，倒数五、四、三，有几个人？二、一，
请问图片中总共有几位乐天女孩比爱心？哎，你们有爱心，这种也算爱心，都算都算。哎，你们有比吗？你们有比吗？我本人有。我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我忘记了。好，所以就两个了，这边两票。两个了。我不知道我是这样还这样啊，因为我这样就不是爱心啊。谁会知道这个啊？用猜的，用猜的，这只能用蒙的了。啊，应该很多吧？几位女孩哦、喔，几位女孩？不是几颗爱心，是几位女孩？几位女孩？好，倒数五、四、三，好难哦、喔。一，随便猜了。翻版，随便猜。哎，你真的一样吗？好可惜哦，怎么可能？答案是四位。你写十四哦，我写十四，太多了吧？好，终于全错。我猜一个超多的。真的很难，哎，可是我很接近，哎，对，我刚刚想说怎么可能这么难，我是很印象的。刚刚我觉得主视觉不会，大家每个女孩都拿爱心，不会有一半的人都拿爱心，我是因为逻辑判断，我会觉得三分之一会赢，因为比爱心的手会张开会挡到隔壁的，所以他们可能都会吃肿。这样啊，还有这样啊，这样啊，我就靠那个去年牌，好了，没关系，这个也答对了。哎，我记得我们有一阵子都在学梦姐这样。梦姐会这样子，她有一张形象照是这样，所以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女生这样。是什么？是什么触电的？空灵系少女啊！真的假的？那你空一次。啊！谢谢，下一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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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第四题，进入职棒十年，在今年球季首度拿到主场 MVP 的乐天球员是？哎，他的名字可能会写错呢。不知道吧？这不可能，不知道吧？请翻版。我们为什么可以写注意？可以写注意。答案是梁家宏，但是曲玉的龙就写错。这一题只有曲玉没得分。啊！你干嘛不写注意？对，写注意就好了。那么有自信干嘛？梁家龙树下。梁家龙树下。哇，零分了，我零分了。等一下哦，他的橡皮擦掉了。性感剪片在忙什么？好难擦，哎，蛮好看，你可以再剪一次吗？好难擦。哎，他拍得很开心。好好看哦。就是剪久一点，就剪久，十分钟，十分钟。那边的就不用帮我剪了，怎么样？我自己剪。好了，下一题，下一题。今年输入于赛后 MVP 颁奖热舞赢得满堂彩，并获得乐天桃园新舞王称号的球员是谁？啊，我不知道。讲绰号也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啊！我忘记怎么写了。谁很常得 MVP？ 我想想，随便猜一个，随便来。请翻版。我先头上，是这样这样拼吗？吐司吧，是那个头上的上写错了，头上啊，我讲中台语，不可以，可以啊，不可以涂掉，不可以涂掉，算了，他也写错字了，隔壁的，你刚涂掉了，你只是我手回应太快了，你刚写成什么？我刚写字样，你跟我一样啊，没关系，我零不是错了错了，没有涂那个头，没有涂那个头啊，那个字不念湿吗？头上，头上。头煞，哎，那个字念湿，头煞是，他是用台语，头煞是头煞吧？头煞，头煞，大家听得懂啊？头煞，头煞，而且你稍微那个擦掉，你要写我，连题目都没看清，我刚刚明明就是说球员是谁，对，没错，头煞，你会不会搞混？所以这一次有陈思雅答错，不会给头煞。第六题，第六题的题目来自于 PTT，PTT，PTT， 请问。全年度主场胜率最高的乐天女孩是谁？我们好像有看过这个影片，我好像有瞄到一下子是谁啊？哎，好像知道了，谁啊？全年度是今年吗？今年啊，今年啊。全年度，我这两个答案。等一下，有两个答案，我好像有看过，但是我不知道是谁，我要凭直觉了。好，倒数五、四、三、二、一，请翻版。Yuri。哎，这一题只有懒懒跟曲玉答对。哇！今天胜率最高的是菲菲。哎，我会讲第二名啊，怎么那么强？因为他比较常去上班。哦，好。哎，如果你刚刚提示要给，你会给什么？我说高的啊。哦，高的哦，你已经讲完了是不是？对，他已经讲了高的了。我把那些字 ，Yuri 是去上年度。哦，那我资讯还没更新。舞蹈总监陆小晴的 YT 频道名字是。总共有十四个字，很长哎，连标点符号。等一下，这怎么可能还要标点符号？不要标点符号吧？有这个，他的影片我都有看，只是我真的忘记叫什么了。不要跟他讲什么什么
可以写14个字哦。连标点符号总共14个字。可以写注音号。我是好像连有标点符号哦。请翻版。这一题全错。他的频道名字是陆小晨永多乐子频道，两个惊叹号，哈哈哈哈。这可以吧？我有哈哈哈哎，我有孩子的哈哈哈哎。那你前面写的是错的。我也知道哈哈哈哎，永多全他们两个惊叹号哎，我查了惊叹号跟那个，好随便啦，想不出来了，没关系，大家都零分，大家零分。哎，小晴，对不起啊，还有两个惊叹号，一个 YT 给我取14个字，哇塞，对，哈哈，我要哈哈哈，太长了。投球失忆症属于心理疾病，请问这个疾病起源于哪种运动？A 棒球 ，B 高尔夫球 ，C 篮球。会不会陷阱题？你们会不会出陷阱题？你们感觉就会？我不知道哎，搞不好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你就直白的想。请翻版。A。全部都答 A 之后，你先答 B。这一题是以轩跟陈冠宇还有林志胜去《全明星攻略》上面有。哦，你去答过。有三年，没事啦，没事啦。这哪有什么不公平？就是我想，我想问你，因为高尔夫球它没有那个投球的动作，就进不了杆吗？投球它叫源自于，它叫做易普。它一开始叫做易普症，然后它是主要那时候都会发生在高尔夫球选手身上。那后面是连音乐创作者跟作家也会有同样状况发生，然后后来才渐渐在棒球球员身上有发生。我觉得舞蹈家也会，也会，会有时候突然间就不会跳舞，对，会。对，脑袋会突然空白，突然间。你是舞蹈家吗？你点成。舞蹈家，对对，不是吧？你是科班，你的那边，他也是。我跳综艺也会一舞，他是偶像吗？没有，你那个叫舞没技手吧？那个是舞没技手。好，我们下面一题。赛季结束取得自由球员资格的选手名单中，乐天球员就占了8位。且首度使用 A B 级的分级制度，除了林鸿玉、郭彦文被分在 A 级之外，乐天还有哪两位球员也被分在 A 级行列？哎，以轩问我说 A 级可不可以好吗？可不可以两个选 ？A 级就是转队，可以讲一段讲对一个就好吗 ？A 级是什么？再讲一次。A 级就是转队费特别高的。有没有提示啊？可以一个就好吗？我好像知道一个，但我不知道另外一个是谁。提示就是一个投手，一个打者。打者，一个投手，一个打者。投手，打者，我还有一个谁啊？打者是刚刚有出现过的答案吗？不能再讲。啊，还有什么投手？请翻版。我不知道答案，有一个好像应该是王一正。答案就是王一正跟陈俊秀。答对的是曲艺跟懒懒。耶！我也猜对一个，我们是正直的乐天女孩。我有看新闻，啊，这个是新闻哦。这我不知道。小姐，你的字也太小了吧？太小。这我不知道。请翻版。告告轰狂马杰森，答对了。这一题答错的是陈思雅跟懒懒。接下来第11题是声音题。啊，请。我有偶像，我可以写了。他的名字是我独家的记忆。谁知道是谁？我知道啊。不管别人。我礼拜六还叫你去听，可是我忘记那个男生叫什么。不要跟他讲，不要跟他讲。请翻版。忘记了啦。你写 Max 哎，因为我知道他冲出来的是 Max， 你好厉害哦！我忘记他叫什么，蔡振宇啊。对，这一答案是陈静跟蔡振宇。啊，我写蔡振宇还写郑海写错。跟林香。我回去补听。你没听到？没有很红哎，对，没有很红，我都没有滑到哎。我那时候人在现场，我整个笑都站不起来。好，回去补听。第12题声音题。哎，你好难。还有趣哦，这个。想不到都还在燃烧，谁啊？因为火烧已不灭了，这一切心有背后被灼伤了。请翻版。啊，真的假的？我猜对了。对，答案是梁家荣。梁家荣写错了，是
火火，又写错字，早知道我就写注音，你还是写错，我写对了，我写注音，我写对了吧？梁家龙，没事了，没事了，我写对了，第三对吧？梁家龙打错，梁家威胁你就写注音，你看第一年破音。题目在写注音很那个啊，很没水准啊，没水准。我告诉你，没水准，没水准。你连星星小美的龙都写不出来，更没水准了。哦哟，刚才没水准啊！你小心一点，你死定了，你小心一点。我完全用猜的耶，你知道什么？我刚刚就在想说那些老鸟，就是刘晓庆、陈俊秀他们都不上来唱歌，我就是要往年轻。平常有在上来唱的人是谁？我那时候有听到他说他是来那个的，确实对这个人。我听到他第一年那个影片爆红，大家去看他第一年，也是破音的，刚刚蔡振宇那样。还要血池，对，好可惜，很可惜耶。第十三题，声音题，又不要再可惜。有些伤很想找大火，把心烧焦难以复活。我忘了，好像忘了，恐惧却在脑海住着，重复卡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不自觉。翻版啊！天哪，天哪，我们都猜错了。对，答案是27号骆驼。耶！兰兰跟宇轩答对。你写谁？不是 Rina 吗？没有，这个声音是骆驼的声音。好像 Rina 的声音哦。骆驼，骆驼，骆驼，骆驼。我把它这样啊！我要写一样的。谁？你告诉我，可以告诉你背号。你告诉我答案，我告诉你背号。你要背号好不好？我们常在记大家的背号。0.5分，你不知道背号？我不会不知道女孩的背号。确定？确定？你告诉我答案，我就告诉你背号。真的吗？真的。阿宇会告诉我错的。不会。那你告诉我答案。谁？不要背号吗？三、二、一、二四，请翻版。20哦，24，是吗？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是吧，雅涵吧？雅涵，我是我刚刚写答案了，我随便猜。哎，你记得雅涵的没有？你是死语人，而且你写 Kimi 耶，你好棒哦 ，Kimi OK 吗 ？Kimi 算雅涵加。对，这题全对。全对。互相帮忙，互相帮忙 ，follow 十元就会 follow 到他们。真的是三个那个三小福，三小三小福，三小福，三小福是你自己想的。有谁？他们是大三人吧？是大三人，自动降级，对不起，乱讲。一二三，唱我们的歌，跳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一起来 rise up， 陪伴彼此的是没有距离的快乐。一二三 ，rise up， 现在更难得。请问下一句歌词？哎，是他那一句，太不公平了吗？一二三，在大家写的时候，我要讲一个事，就是我们出单曲出了好几年，然后曲曲总是会唱可能第一句或最后一句，然后我都会觉得曲曲都把那一句唱得很好听。我记得之前有一首歌忘记哪一个，然后我听完曲玉唱，然后我就哭了。真的吗？真的真的，我就觉得你的声音真的超级有感染力了。真的，因为我有放感情。真的，我放感情。所以我觉得他每次唱我最后一句，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好 ending。嗯，完了完了，哎，好了，给他赢了，给他赢了，给他赢了，算了，给他对了，其他人都没感情，其他人都没感情，没感情。三二一，请翻版。答案是让我们永远都炙热。你写错了。让我们永远都炙热。谁写答对？只有曲艺跟宇轩。啊，你写错了。让我们都永远。啊，你的顺序错了。永远都炙热。没有都。有啊，有都啊。原来有都啦，都在。永远都。永远都炙热。错。好厉害。说我那一句啊，有色有色才有的，你干嘛？是 rap 吧？是这样的女明星哦， rap 还好。
没有出你那一题就有了。知名网站网络温度计统计近四个月新生代女星网络声量榜，有一位乐天女孩挤进了前20名，请问是谁？请翻版啊，随便啦。这一题全错，答案是陈一，她排在第11名。台湾大赛中，乐天桃园共有几位选手敲出全垒打？请翻版是三个吗？对，三个。耶！我们还是在关心棒球的。那有一个人击了2支，同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廖健步。而且陈俊秀终于在第一次打出全垒打，终于在今年打出全垒打。我这题有答对，对，太棒了。乐天桃园还是哪一支？职篮球队合作推出全垒打，我知道宇轩知道，有去拍，天天上电影。队名总共6个字，啊，一定要全名吗？拜托，不要，拜托，6个字，我请翻版，高雄全家海神，答案是高雄全家海神，答对的是诗雅、曲艺跟宇轩。是啊，也答对了。你知道全家海神，你有看篮球？我有进便利商店。他可能是拿包裹的时候有看。对，而且你脑袋很好哎，照片而已，觉得很辣。等一下，高雄全家海神。啊，耶，还好答对。好难的名字，很难哎。但是不是偏心宇轩刚出他那个出过的那个题目，现在又出他拍过的写真卡，很明显吧，很明显偏心，很明显跟出过有关系的。是是是，他第一名了，他说我唱的很好，他宇轩第一名了，后面不要玩了啦，走心，没有题目玩了，卖手卖手，有没有什么三题啊？我要帮他们平反一下，因为这个在台湾大赛的看板有露出过，可是我只看到一些漂亮的照片，你们那个胸部放的。都是你们的胸部，厂商们，我们是超小的，好不好啊？那个近视的人看不到的，看不到，看不到。我一眼就看到李轩这样，我只看到那个车头灯。对，李轩、Yuri， 还有一个看不到名字，尹乐，尹轩、尹乐，还有菲菲，还有菲菲。好好好，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没关系，让李轩赢。19题。盛从台北车站出发，搭乘桃捷前往观赏2022乐天主场赛事，赛后再搭乘桃捷回到台北车站，请问这样往返球场的交通支出为多少钱？哎，从他家到台北车站算吗？不算，就是直接。你用走路的。桃捷多少钱啊？请问，好难哦。哎，这太过分了，我们都逼逼。他们都是坐高铁吗？人家都逼逼。这边有你们官网上面有一个广告。一趟多少钱？官网上有个广告。我可不可以问他是不是有优惠的？是。OK， 好。那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价格？很奇怪的价格。是整数？不知道很奇怪的价格定义是什么？是整数吗？好难哦。等一下，太难了，因为我们都 B B 啊，我不会知道要扣多少。你翻版，160，答案是150元。啊，150元，真的。赛事就是拿主场票。啊，我最接近，我最接近，必然我最接近。等一下，现在是在玩全民估价王是不是？奇怪，错就错了没？哦，我知道是回去免费。对，回去免费。因为他出站的时候，他会拿一张那个回去免费的票。对，请我有做机姐哦。对，请大家多多做机姐来看球。对，然后票 A19 可以免费搭车。赞。最后一题。天哪，天哪，最后一题了。背号退休为职业选手生涯的最高荣耀。维基百科有写。请问乐天桃园共有几组退休背号？只要写几组就好。只要写几组就好。哈？翻版。对，3组，全部答对。耶！暂时欠。结束了吗？我们结束了吗？所以是10号是我们。10号是12队有的，然后还有50号陈金峰，然后王柏荣那时候是当时的领队刘介廷说，先让他暂时欠班，也许有一天只要他回来就把就会还给他。柏荣要回来了吗？柏荣。OK， 即将进行的是我们2023
提神洗脑的开运仪式。等一下呢，他们两个会用脸去把这个咖啡豆呢弄到前面的那个里面，然后总共要弄603克，这就是我们今年乐天的胜率。好，今年的胜率是603哦。等一下他们进惩罚之前呢，我们要先颁奖。油了啦，对，这个要是我来，你刚刚应该再多跳一下的，就会流汗吧？哎，好辛苦哦，这一集就一个小时了，好怀念画面哦。对，你真的很奇怪，你那个压的头，你在干什么？就我大脸，偶像师啊，好冷哦。你看工作人员笑得多开心啊！没有，你认真一点，你认真一点，你好落魄。而且你这样子，它就会掉出来。AK 下来一点 ，AKB 的对方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画面令人鼻酸啊！棒棒！好，我们先走了。恭喜你们，再继续聊。好好好，等等，快603的时候再叫我们哦。对，在差不多的时候再 Q 我们。加油加油！我们先休息啦。加油！还要拿钱走。我的钱要拿走啦。They said do us a favor, keep your voice down and monitor your behavior. Be a good girl and don't cause trouble. Well, mama was a strong woman, far from subtle. I'm smart, I got heart, did it on my own from the start. I'm pretty, but I'm gritty. If you go toe to toe with me, they